然后这里是香香囊，现在香两位校长已经初步改造的差不多了，因为俺这家里放了很多货，怕不安全，打算今天安一个摄像头。这把师傅已经过来了。按这个位置，现在把那个内存杆装一下，可以直接存好几天的室外的摄像头，防风防雨。人家像这个支架，这都不可以。你看，你看这个，这都不配支架。嗯，这给俺送俺支架。送个支架，送个电源，这电源给咱俩给10块钱，就电源进来都10块钱。就给那线给它钉上。中哥。这没有事儿，这红刚这说的，你像这个一般这个东西都咋说的？啊，这个跟那支架已经弄上。对，搁弄好过了支架。现在这个实体店真的这个经济。恁这段时间生意好不好，哥？俺这不影响。哎，对你好像是在银行是吧？你在这儿。我这给银行修监控，俺这对这个东西，现在啥吧？对这个技术方面，像那个对。没有冲击是吧？对工厂冲击力大。看这搁台的位置咋样？这好酷啊！看见咱了。还什么？搁小沙子了吗？你咋不管放了呀？好了。对，挺可以这个位置。可以吧？直接罩住我了，院里那个脚都罩住了。你看，是吧？这个位置挺可以的。确实。这不整个院都可以罩着了吗？我这儿也能看见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整个院都可以看见。给开，你瞅瞅。你搁这儿都能看见你脸。你瞅。这是可行。看见没有？就是这，可神奇不是？感觉这个应该有视频，这个录像也在。这种晚上可以看行吗？晚上也可以看行，晚上有夜光那种是吧？这个东西大一点不是？你看有个小的，你晚上恁这屋都是。现在到这儿了，万一这晚上要是没有开灯也可以吗？你看，它也是大通啊，它这个大通。有晚上那种可以吗？啊，对，可以。那就是都关了，我觉得这整个院照了，要有人进来都管看见。可以。内存卡也管照好几天。全院都可以，你到后来过了吧，他从头到那边都观看着一个院。反正哥现在帮这个 WiFi 充值一样，这以前给服装店那个摄像头，都管推弄了吧，哥。好，你又卡着多了，这个是他每天开节奏给连着管着呗。他自动这不是录像，这不是一个红点啊？嗯，灯笼自己灯要呗。这你看这个是哪个呢？这多清亮啊！确实。电脑上看的可比手机清亮。这只不过是电脑不能远程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嗯。电脑不能远程，这可以，这就是恁录都是录到本地上了都。中哥。那是比板凳。这办公室装一个，然后再给仓库装一个，店里一共剩两个。去买瓶水喝喝。买了7瓶饮料，我已经对每个人的喜好了如指掌。白雪雪碧。黄明珠奶，还煮那个饮料。你看看我刚那个鞋子，你喝的是个鞋子。中，鞋子往哪洗都管那个。都往哪儿洗？好，现在摄像头已经安好了，办公室用，仓库用，然后院里还安了一个安全系数，直线上升。